神秘观透器的天眼透过人脸辨识技术，在茫茫人海中锁定可疑人士。电影中的天眼真的出现在现实的世界里，可以看到我经过这台摄影机之后呢，我就立刻被脸识辨识系统给锁定。发现电脑展摊未出现陌生脸孔，立刻拍下画面中显示不知名人士，还能侦测出身份特征是女性成人。软体业者和警政单位合作，除了可以揪出可疑人士，只要在系统中储存嫌犯面孔资料，还能够在人潮中抓到坏人。目前的话，台湾的警政单位有跟我们合作，那我们也有跟泰国或是一些其他的国家合作。